大家好，演示我是修复排线的自动引导功能，此视频各型号通用。我们以 13B 为例，可查看到目前电池的健康度为 88%。 先把手机关机，关机后取出电池，排线向右折弯调整卡扣，把电池安装在手机里面，插上数据线通电，等待开机。开机后把数据线拔掉，提示位置不见，电量可正常显示。若电量无法显示，说明修复排线没有安装 OK， 需重新安装，然后进行关机，等待60秒后。第二次插上数据线通电，激活手机，等待开机。开机后健康度已更新为100，且不显示维修。具有自适应数据功能，自动修改为 100% 数据，无需设备修改数据。 PS， 特殊容量如高容等需用设备修改。